车道上骑士骑到左侧车道，骑士没戴安全帽，骑车乱窜。只见他往右看了一眼，加速直接从内车道轨切，横跨两个车道。后方骑士闪避不及，直接撞上，重摔在地。骑士直接肇事逃逸。经酒测，并无酒驾状况。骑士撞了人就跑掉，地点在高雄左营明诚路上。再看一次画面，后方骑士为了闪他，紧急刹车失控擦撞摔车，但轨切肇事的骑士却停都没停，加速逃逸，只留下受伤的骑士坐倒在地，逃逸的骑士也被警方锁定中。交通事故频传，另外在高雄新兴区，一台游览车打方向灯，准备靠右行驶，后方机车却没打算减速，继续往前直行，没想到却差点被夹击，到底谁该让谁？大客车变换车道时，仍应注意避让，后方来车，除注意车前状况之外，便注意安全距离。警方解释，从画面来看，游览车有打方向灯，在缓慢往右靠。骑士虽然是直行车，因为是后方车辆，所以如果有事故，直行车未必没有肇责。反转结局也让网友们上了一课：马路如虎口，除了小心驾驶，也要注意交通规则，才不会错怪其他用路人。记者蔡双吉、郭怡珍高雄报道。